两股。最好这两包两包他们吃。鸡软骨最好就两包他们吃。你妈没回去一百块嘛？真的好吃，一百块。大家。最好这包一包上面也无啊，一百块。大家。最好吃歹吃，你唔好搞乱，忘记大哥。来一百五包，好千五。这土堆的虾啊，上好吃的。这种个真正的螺啊，贵个百块嘛，想要吃免一千免八百，好来三百螺。好贵。三百螺，三百块螺。这吃到你就好，吃到你心拢会好。来，互人看下下骹个物件嘛，来，来迄个土堆下巴上面吃三百螺。这种个用鲜的哦，你个煮一寡螺粉个做好吃啊，三百块螺。来三百螺，来买三百才够送你啊，我唔爱流失。啊，这个确认啊，等于用签了，真正土著无少啊，结果你也是过一代尔，真正咧大多只是毛三四五去买，来三百了啊，这拢互恁啊，食袂完啊，来啊，宝贝啊，三百块，我知啊，啊，这要吃完那半两块啊，小数，哎呀，小数，无，只要你莫甲照用一个。来，要点菜点麦，我去拿。你做这个先生，你平日去做，我替代金牛。啊，刚好保利龙。保利龙叫叫。我。有人要吃三百元钱无？一包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你食好嘛？你唔捌食过超好食烟肠，两百了吧？两百块了。老弟阿弟啊！收钱。收钱啊，两百。这三百一烟肠真正好食哦。来两百块上面吃石斛香肠，两百了吧？先吃那两，无味无夹。阿弟啊！最后这给伊了，最后这两包两百要吃哦，三百烟肠。好，冰夹加加冰哦，吃哈热你也加好哦。拢有啊，有啊，先收啊。哎哥，用这落啊，得一块冰夹过来。哎，用这落啊，得一块冰夹过来。来，这三百了，这多啊？四包哩啊，三百块了。阿三百了，最后这两包百块钱卖了，百块块上面吃。多少了？两块多。阿姐，我一百块一个。我最后啊，我唔准，我唔准，开始。阿爸，我们给钱上来。阿爸，姐姐。阿爸，我给钱啊。我跟你讲一个。哎，伊边啊？哎，边个包货？来，我先管货了，你免阁处理啊。阿爸，我过来要吃无？一百块尔。来，过来，你要吃啥？我用空调套。要吃做这边吃，他马上讲哦。青蛙够两杯来无？好了，鱼皮嘛，分着两个三。哎，大阿公，你去摸啦。来来，先。啊，慢些慢些。这家上面啊，摸嘞。那上面吃分着这吗？五百了嘛。这半包我要三个了，鱼啊，我这半三个了五百啊。来一个五百加五百者，一千啦，卖一千啊！这两包我送四包装起啊，正准调的啊，五百落啊。好食，来五百，够好食无？快点，我来用。这边落。上下搞来落，鱼也无落，对。好食，两个呀。五百落我哩，鱼也无落。来，好个。来，两包看我几多卖卖哦。这下阵这两包最免介绍，头前要来啊！这个啊，这个你记嘛？过来，啥物要落？哎，你讲，你来摕三包金宝去。你讲要食金宝啊？来啊，带三包来。不是叫你今麦这个天是正热中食，是叫你伫恁兜迄个冷气房找你食。啊，一包鱼啊，八三个人摕到尾是迄个金宝啊。伊啊卖三百，我拢免啦。三下饼钱，先给钱先赢两百了，好啊。两百块，搭了一个。我这包羊肉夹过上，红烧羊腩，这用我少搅拌面，好啊。三下卖了，两百块了啦。两百块，多少钱啊？多少钱啊？两百啊？三下啊？多少钱啊？
起来啊！拢来咁好，即有嗰只两哦，两包拢没有了。即有嗰只两包上面。龙龙是什么？哪一个保利龙？伙伴。然后这两包帮我收起来，挂几箱？对啊，我准备要帮我收起来。那个鸡那个鸡，你拢听我讲的了。日式鸡腿块。伙伴。来，这红烧牛腩，我们吃剩这两包。一包鸡啊，白两包瓜啦，剩这两包两，来两包上面吃红烧牛腩。来，一起去找。买一买要走来。对啊，日式鸡腿块。对啊。来，那无紧啊，来包鱼过来。他说你的成鱼拢无网狗。吃。来吃啊。来好了，这样我咧摆。来菜要叫红烧就给。来。拿紧啊。鲍鱼我这也卖卖好不好？想要吃免一千啊，五百了好吧？鲍鱼啊，五百块上面吃五百块，一条鱼啊，我两条五百，三条五百，四条五百，这条够你啊，五条，这条够你啊，六条够你啊，来五百上面吃五百。哎，哪家你啊无？靠呀，阿公你贵啊，用走的贵啊。来，来五百上面吃，来啊来啊，这两条够你啊，一个人加这拢你的啦，先给钱先赢四百了好吧？四百了好吧？拢我你拢我。好啊。真滴啊！第一个，你要吃啥物？两包哦。无啦，我是讲这薄饼，爱要爱个日式鸡腿块。啊，是这个薄块片啊。好，我开冰起来。来，日式鸡腿块起来。来，上面讲日式鸡腿块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。这日式鸡腿块，别提吧，这一包鸡腿鸡啊，我两包五百，三百了，三百，你这包过来，三百块。来，三百，够要吃无？日式鸡腿块三百块，能有吗？国清他喽，韦恩他喽，去吧。来个，各位商家朋友还没按赞，记得帮我按赞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妈！看频道名称还以为。哎，从频道这边讲，我讲嘛。很多人也以为我是。后面讲啥？我讲。银马了，银马了，可以开始。来，银马老板讲，免钱，免被罚，四百了啊！这重要包，这包够上你啊，四百了。来，四百最后一个包啊，四百块了啊。客人吃袂了，两百了，试吃看卖两百块，大包的啊。来，什么？来啊！来，阿叔，你的那个什么啊？那个干贝去，干贝，啊，那个什么萝卜干毛去，干贝过另外一边。来，教人要吃这个杜老爷无？这粗头的，一粒、两粒、三粒给你，四粒给你，五粒给你。来啊，这六粒香茶给你，这五粒香茶给你。三百、五百拢免啦，百五怎么吃？一百五了啊，二四五，百五好了，一百五了啊，百五，拢有啊吼。来，谢谢，收起来，看未？看我好无？来啊，做贵起来，我吃苦无无。你讲咱要食鲑鱼的，一千面八百面五百了，五百块了，鲑鱼五百块了。来五百，再要食红鲍鱼的五百块，一地五百，两地五百，三地五百，四地五百，来五地给你啊，来七地给你六地五百了。老姐，老姐啊！来，一地两地，三地四地，三地够够，四地哦。五地六地啊，五百够几个？我两地啊。五百够要来无？我只要地啊。一地五百，两地五百，三地五百，四地五百，五地给你啊，六地给你啊。五百够要吃来无？来，开始啊！开始。一地五百，两地五百，三地五百，四地五百，五地给你啊，六地给你啊，五百了。五百拢有啊吼。到人要鱼啊，五个话食袂了的。来，我再收一下。到人要食猪肉排，这个味道真好，帅哥。这种用煎的烘的拢会淡哦，这猪肉排，这一支烘啊，所拢啊几廿块，两支烘起来五百几块，我话你讲，两个人加搞咩？三个人加搞咩？五百嘛免啦，四百嘛免啦，好不好？你若食无好食，你起来话四个就好啊，三百上面食猪肉排。
三百了，好啊，等下啊，再搁送伊好啊，下顿去煎啊，再搁你啊，四个人给三百了，好啊，猪肉排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只，三百块。这个猪肉排足香啊，这骨肉排足香啊，三百块要来无？三百块了。好、啊，小天使哥哥，哇，小天使，你个什么口味？你个什么口味啊？芒果草莓加一点抹茶。芒果沙包。芒果沙包，还沙包了。个人要食小天使无？这食冰的啊，这退冰的当吃啊。这明珠啊，再有迄个草莓。来一包，咱要食看卖无？一百块，试试看看，一百块了。拢有啊吗？来试试。陈宇，陈子杰 ，Hello。到哪位食这个法式乳酪茶、蛋茶，这块新产品你若要到今麦到旁边个，你也试看卖。然后你嫌着你给我浪费，无紧，三百五包面啊，一百五十了，百五块了，一百五。百五了，法式乳酪茶，百五块了。来，来三百，百五有人要吃来无？法式乳酪茶真正好吃来哦。来，来我收起。来个，你要吃啥物？我有神啊！我要点啥物菜无？意大利面买当点哦，披萨买了啊，萝卜糕买当点哦。哦，您最近看介个北青买当点？赞助什么？啥物？回龙蛋，我需要你哦。你刷你个，我袂少啊，刷你个，真久无个。有人要食鳕鱼无？你刷你哦，但是要食免一千免八百五百就好啊。来刷你要食五百块，遮大块哦，这么大块，来五百，这是第五百，两第五百，三第五百，四第二你好不好？来五百，上面食五百块，这第五你啊。来过吧，老二。